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最近天气咁冻，最啱就系食一啲暖粒粒嘅甜品啦。今日就等我教大家整一个非常简单而且零失败嘅甜品——鲜奶炖蛋白。即刻睇下咩材料啦！去蒸之前咧，要用个匙羹滗起表面嘅泡泡，如果唔系咧，个炖蛋就会巢皮噶啦。完成啦，15分钟就整好，等我试下咩味先。鲜奶炖蛋白好滑啊，而且材料喺屋企可以随手可得。就算唔出街都可以轻松整到，大家都快啲试下啦！Yoo-hoo！